现在到我去唱歌咯，去录歌。就还可以吧。还可以。嗯，是的，真的有自信。嗯，我听说谁昨天练了两三个小时。啊，那是罗老师带着很多学员在练。嗯。罗老师在指导我们一句一句的唱。主要是指导谁啊？他指导麦穗了。哦，是麦穗是吧？你看，好认真。他把每一段他都画出来了，这叫认真，这叫认真，这叫认真吗？对，你像我们看都没看。你要去了吗？你要去了吗？是的，奥利给，加油！这是心动的信号。在我们那边放的时候，你现在是麦麦开始录歌，随时问，随时说，好。跟镜上打个招呼，哇，好美啊！你要在里边陪我吗？我咋陪你呢？你可以教我唱。麦麦好紧张，我都没有记好词。我应该是最难搞的一个。那你加油哦！加油！不搞你了，拜拜。我先走啦。拜拜。很大压力是不是？害怕自己影响到大家。不是，我是觉得这个唱歌对我来说太难了。太难了，难哭了。我们下哭吧，下哭吧，你才想哭吧，给你，我在录，你不知道吗？没有拍，但是你很帅，嗯，你很帅，你怎么又在干饭？一下来就干饭，还有丁力啊，还有我丁力姐，我一抬头，我在唱歌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了冰和我姐，心里中有一种满满的安全感。哇，我这一张，这一个个大战，绝了！麦姐还不错啊，啊，程姐呢？程姐现在赢了上一盘自摸。嗯，程姐不愧是程姐，月神。你们两个人都敌不过他们。啊，再给他们打暗号，我怀疑。你怎么还在吃啊？我拍了一圈了。你们两个叫什么 CP 啊？你们叫什么 CP 来的？大子。大家 CP， 你知道我俩的 CP 名叫什么吗？你猜。什么？空空。什么？空空。好，想想，好空空。最高级，好高级，最